请签名。签下大名，简单隆重的签约仪式宣布双方合作正式启动。在经营理念跟人的合作上面，对我们来讲反而是其中一个关键。那第二个来讲，就是医美产业它的安全性、专业度各个方面的包装，对我们来都是考量的重点。直播平台扩大事业版图，跨足年产值超过600亿台币的医美市场，希望结合12000名直播主的优势，创造更多网红经济。粉丝经济现在目前为止对，尤其对这个产业来讲，它的助力是非常之大。所以我们觉得说，我们在做这个事情来讲会有一定的优势。我们也希望说，为我们的网红创造更多的一些变现的一些能力。因为他们的受众很年轻，他们的主播都是很年轻的，那这个部分就会是很符合我们希望我们可以直接 approach 的一个族群。强强联手，将数位科技融入生活医美，共同推动生活美学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